锵锵三人行，为什么我今天穿的这么样的王室呢？哈，因为这个英国上流社会欢迎我们。听说这个，听说咱们来了，英国上流社会啊，就是说这个要举办欢迎会啊。说这家伙保守党议员，没错，打电话请他吃饭，说是啊，这英国上流社会惊动了。说是中国上流社会见得多了，中国下九流还从来没见过，这家伙终于来了。保守党议员要请你吃饭了。哎呦，这个天机不可泄露。我昨天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，他们要请我这个干预英国的这个，也要请你政治。对对对，邀请徐老师。我什么事儿？你平常在中国领导不太待见你，没想到来了英国之后，中国领导也对他很好，是他自己糊里糊涂把人家电话错过了，错过了，人家很高领导打电话的时候请他吃饭，他说。开什么玩笑？他以为是那种。对对对，有没有听过那个有名的笑话？某前国家领导人也是下次打电话给某个部门说要干嘛，已经退下来了，老领导。结果那人一听到谁？你说谁？他妈神经病！我就是这样啊！你就真是这样。我很高的领导，我就要一个跟领导解释一下，曾经发生过这样。很高的领导请我吃饭。通过一个我的朋友说，我就骂了，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啊，人家地位那么高，不可能请我吃。我骂了一句脏话，把电话挂上。后来我知道是真的，我在那天跟那个领导家门口等了三夜，没有机会。我跟你说，像奥运一样，机会错过了，再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只有穿上西服，东方不亮西方亮。哦，哎，这个英国领导接见，有英国领导。哎，文道，我先跟你说说徐老师。你看到这儿，咱整天穿西服。对吧？是徐老师现在运动衫，他现在进入备战状态，我发现了，已经是鏖战状态了。他现在啊，我就发现他这个体育迷的程度啊，是过去我们没有想到的。以前呢，因为我们在香港啊，什么还有时差问题嘛，这大概是他第一次看奥运没有时差问题。你知道，你这个时候把我弄到伦敦来。我家乡我母亲常说的一句话，叫老鼠掉进百米缸。哎呦，高兴死了。老鼠掉进百米缸，就是我看他天天就在什么比赛都看。对对对，在这个网上他整天天天就买票。我现在算明白了，凤凰卫视请你请错了，他这做节目是次要的，他是搭着车到这带儿来看比赛。而且呢，我发现他已经买到个程度，我昨天在看他在外头买票买到个程度，好像是超出配额是吧？没错，人家不让卖。后来发现不会。所以说现在他是伦敦黄牛党的红人。黄牛党不是？哎，徐老师，伦敦时间今天上午我都是官网啊，刚刚去看了啊，抢到票啊，中国刚刚去看了中国女排是吧？2-3，这个咱们看看这个徐老师现场的照片啊，你像。中国女排，那个王一梅，我就坐在她后面，她伤势咫尺天涯呀，跟一梅，你看我们女神，我们现在中国女排有我们女神啊，惠若琪啊，我以后我就粉儿她，来再看下边，这是你吗，徐子东？不是吧？这旁边的中国支持中国队的观众啊，但是不多哎，没有巴西的多哎，是吗？哎，巴西的更厉害哎，日本的也多。我觉得是，我非常遗憾，我觉得伦敦这么据说有上百万华人，怎么到场的不够多？光是中国游客来都很多。你没有听到一个消息说这几天这个签卡 Visa 宣布嘛？那个 Visa 是官方信用卡商嘛？说这最近一个礼拜在伦敦刷卡，中国不是第一大，但是中国有一个数字很特别，就是每笔消费平均200镑以上，2000块啊，这是中国游客。平均消费每笔200英镑、原来那些没铺向体育场的都不像名牌店。对，其实说是来看奥运，都去了名牌店。我现在才搞清楚，这个球类比赛啊，票价是最便宜的。啊？为什么？人家像我这么好的位置，台球好看了，才60几镑、这个是属于最便宜的比赛。真的？哎，你比方说，我昨天那个游泳啊，坐在山顶上嘛，坐在山顶上嘛，180镑。我今天晚上要去看第一场的田径赛，200多。田径最贵，200多镑最贵。对，哎，明天的后天的体操啊，也是200多镑。这为什么？一般都是就是这为什么田径最贵呢？田径、游泳这是主流项目，这西方的主流项目。这什么叫主流项目？不过你也不能单单这样讲主流，篮球也不贵哦。我觉得篮球也都是几十镑，几十镑。很重要的原因。
奥运的篮球并不被认为是世界最高殿堂，是是是，就等于网球也是，没错。但是田径、游泳、体操最高，那就没话讲，奥运就是是最高荣誉。所以足球那个也是，足球的票很便宜的，没错，那是老根儿啊。你想这些古希腊，就希腊的时候开始，不穿衣服的就是在干这个，就是，所以这个三大项。我一定要看一个田径，一个游泳，一个体操。对，他这已经看呆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呢，呆呆看，他什么都不对，他自己在那儿啊，他自己在那儿啊，哥哥也不敢喊，对不对？但是又想为中国队加油，你喊吗？喊喊喊，当然当然喊，但是你孤掌难鸣啊。这好像我旁边也旁边都中国球迷嘛，中国球迷，我觉得喊不过，我觉得喊不过。这个中国人，我总觉得是不是还是羞怯一些，就是好像在运动场上，我们好像还是有微博网友发上来说，多拍几张惠若琪，回去让文涛馋嘴馋嘴。哎，没错，惠若琪，我现在辛苦死了，我们全靠他，我们选定了。我跟你说，还是这个日本队，那个日本球迷队啊，比较整齐。我发现，你看亚洲文化啊。你搞这种球迷的这种东西啊，好像欧洲比较厉害，亚洲你要想比较引人注意啊，就得玩日本那一套。日本是整齐，对，全是扎着白毛巾，出来指挥啊，接着啊，专门有人指挥，一个加加加加加加。那还小事情，我今天看到的日本女排跟俄罗斯比赛，进来看球的女的穿和服。几个都是和服进来，然后吧，有一个我们的观众吧，拉住他们要帮我拍照。那两个和服的女的以为要拍她的照，自己拍得好好的。哎呦，日本人，所以你说穿着和服进来，女孩子郑重其事，我觉得这种是对自己民族精神的一种。你说有穿汉服进去支持中国队的吗？而且穿旗袍都不错。而且你知道，就是，这个，有人想到这个奥运真是个展示多国文化的地方。你比如就是这个日本很有意思。你说到这个日本，你知道这两天爆出一个新闻，开幕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大家都没注意到，全部带走。就是哎，你听我说，你这都就是日本代表队啊。不是进场了吗？你看别的队呢，绕场一周都到中间集合了。啊、日本队呢，直接从进口进来，绕了一圈出口出去了。啊、你知道为什么？不，那天我给你看照片，我给你看照片。我没注意这个。对，这个是你看日本队。日本队，然后呢，这事儿还弄得挺大。下边有个美联社的一个，发一个，就说是这个罗格说呀，这是日本队要求的。其实这事儿没什么啊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暧昧的文化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听我讲啊，为什么说日本人就是咱们过去说啊，他说话很暧昧，老是对于一些问题啊不明确，这指出是这个意思。你比如说就是这么一事儿。也许是引领的搞错了，也许什么就直接把日本队带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日本奥委会的这个回复啊，你简直就是听个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日本奥委会的这个回复，我觉得很有味道。他说，中途退场事件是确实发生的事情，虽然事前代表团提出中途退场是有可能的，但是我们日本代表团没有提出过申请。这是奥组委的失误，导致了日本奥运代表团的中途退场。其次，除了日本以外，其他国家也遇到引导错误，而且被引导中途退场的事情也有过发生。最后，日本代表团不会特别看重这个问题，因为这对竞技比赛不会产生任何影响。不会表示，这就是日本人的暧昧在这体现出来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凭九韵古法，配桃花春曲，采无极之水，汇原酒精华，年份端江，与景共酒。Take me to a place I belong。回到这片海，发现真正的自己。我的国度，我的上层游艇人生。雅居乐海南清水湾。他们不再是伦敦奥运的主角，却是体育精神的最佳代言。三届奥运，两枚金牌，一生遗憾。
直到今天，对于到底是不是有让球的这个疑团，仍然没有解开。特别企划奥运策影师王立勤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能选择退出吗？我觉得不到最后一刻，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尽力吧。阳光保险名人面对面，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。我为什么说日本这一段呢？我对这次的语文呢、引起我的这个注意。咱们作为英国上流社会，不是英国下流社会，咱们要促进中西方了解，对吧？促进中西方了解，我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里感到一些什么？就是过去你们使用一个词儿叫什么“误读”啊？其实也不一定是误读，这我讲具体的你就明白啊。这几天我看到英国媒体的很多评论啊，他们使用的很多词语啊，很显然的是让我想到了一个中国观众不太熟悉的一个意象。这个意象呢，对于英国人，尤其是英国知识分子来说，非常经典，非常熟悉。他用这个意象呢，套在了中国人身上，套在了中国人身上。比如说是什么意象呢？你知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伟大的摇滚乐队平克·弗洛伊德 Pink Floyd， 平克·弗洛伊当时拍了一个电影叫 The Wall， 中文翻译叫迷墙，一个很大的一个 MTV 一个 music video。 这个里面有一个意象，就是说把人放在绞肉机里，然后千篇一律制式化的教育，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工业化的产品。这个意象以及这背后的哲学，对西方人来讲啊，太熟悉不过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看，我就说他的一些文章啊，我给你剪一些，就说中国代表团是一个奇怪的组织，他们像是机器一样生产着金牌，奥运会对他们只是个争名夺利的舞台，而不是为了更高更快更强。再比如说，哎，有夸的，就说吴敏霞和何姿，说其他组合啊是跳进了水里，吴敏霞和何姿啊简直是跳进了一池子糖浆里。这就是说润物细无声啊，说他们就是说非常不会沾起水花的。对，他说卓越程度甚至诡异，我们这个国家或者说我们这个半球的人是做不到的。卓越是个令人生畏的概念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他们所代表的跳水军团被称为中国跳水机器，这种迹象表明在他们超越人类的过程中，他们变得太不像人类了，你知道吗？甚至还有一个英国著名乒乓球选手马修·塞义德写的，他是批评的啊，但是我就说啊，有误读的成分，但是你能明白啊？他说，这样一种把青少年当成原料一样摧残的机制，去暗示他们的道德沦丧。虽然在体育运动中牺牲个人利益能让国家有优势，但是中国对于年轻运动员的要求，在西方民主看来是无法接受的。我不敢确定我们是不是要过多的去担心中国在体育方面强大之处，像叶诗文这样被丢进绞肉机里边的个人。相反，我们应该用一种同情的观点去看待他。那他们只是在这样一个不可饶恕而且观念狭窄的体系中，那些成千上万生活被打乱而且身体遭到破坏的人之一，即使如山的金牌也不值得这个代价。你明白吗？他这个里边渗透出来的是啊，说对这个中国金牌运动员啊，我们应该同情他们，他们在这样一个体制下身体过人的训练，过人的摧残。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误读了，这是说轻一点是偏见，说轻一点，说重一点，有些是属于攻击了。比方说他讲叶诗文什么绞肉机，这个完全是攻击，一点都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一点都没有。事实上的区别呢是有的，我们都看到是有的。一，我们对体育的功能、政治的成分多一点。他们就说是中国人以宣扬国旗增加这个政治凝聚力的一个好机会。还有一条呢，我们的城乡差别很大，在中国的运动员很多不是出于家里有培养兴趣有闲暇才去做体育，这个是他们的经常的。我们真的是为了改善生活，不是改善一家的生活，改善整个村庄整个城市的生活。那这个两个客观情况，但是像他这样的形容，我觉得是
说偏见都轻了。文道，文道你怎么？我觉得其实他们常常忽略一点啊，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是这样。中国，我觉得当然我们有一个举国体制，有金牌情节，这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事，我们也不必讳言。我们也都知道，中国为了出产这一种的所谓的奶油中的奶油，这一群运动员中的精英，其实下面真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下面有无数过去年轻的时候付出过血汗劳动跟时间的运动员，其实是中间就不见了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问题是，我觉得其实很多国家也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培育某几个项目的运动员，而因为对那些国家来讲，从事这样的一种精英运动也是他们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一个方法，跟中国运动员一样。那中国跟他们分别在哪呢？我们大，我们集合了太多项目，所以我们变得奖牌很多。你不像某些国家，它的集中一项就是长跑，有些国家就是摔跤，或者某些地区，我举个例子，你比如说像跟俄罗斯，俄罗斯的这个摔跤选手全部来自哪里呢？全部来自车臣。哦，车臣，车臣就是闹独立那个地方，车臣那个地方的那些摔跤手啊，都是其实家世很坎坷，背景问题很复杂，然后那个摔跤就变成是，其实他们很，你知道很多人家里面是因为当年跟俄罗斯作战死的，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想挂着那个俄罗斯国旗，但是为了改变家人所有的生活，就投入那个地狱中的训练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其实到处都有，但只不过中国我们大，对，集中在一起引人注目。我的意思是说什么？人的这个大脑构造，人识别人呢，在大脑发生的是什么？就是说我跟你聊几句之后啊，我都会装在我脑子里的一个套子里，我才能识别你。对，他是哪种人？他哪一类人？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，识别中国人对于西方人来讲是个陌生的经验，我该把你归到哪个套子呢？所以我要特别今天找出这一段，这是他们文化史上一个典型的意象，他们对于扼杀人性就是这个迷墙，就是这个 The Wall， 这个平克弗洛伊德这个乐队，我们可以看看他很熟悉的，他现在拿这个套我们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知道，应该了解，这叫期待视野。哎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观赏一下这段迷墙。We don't need no education. We don'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. No dark sarcasm in the classroom.瓷砖截去，黄牌大放送。721暴雨过后，人们开始反思繁华北京的地下排水系统建设。北京是否患上了重地上轻地下的城市病？五朝古都大踏步向前，将什么抛在了身后？它的蜕变之路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？城脉，北京古城变迁启示录。星期六，凤凰卫视中央台。新科技就在格力，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，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，一赫兹好变频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声朋友你会懂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。泸州老窖特区老酒。Pink Floyd 这个歌我们选的短了，这个你有没有听过一句名言，就是
一个 iPad 或者一个 iPod 啊，可以存放一万首歌或者两首 Pink Floyd 的歌。哦，很长很长，他们应该很长。不过我是觉得这种想法对中国这个印象，其实是冷战以来，西方所谓自由世界对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是这个想法。是是是。那么现一举就是苏联、东德，对，就一向都是这个概念。所以他们今天看到中国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以前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大的对敌啊？就是所谓的美国、英国、西德对东德、苏联、波兰那些国家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东德还比西德强。对，东德是很厉害的嘛，很厉害，东德。而他们当年，你现在回想，他们用来形容中国的字眼，就是他们那时候用来形容东德的字眼：机械、军团、冰冷，全是这些嘛。可是我觉得呢，这将来再过几年会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他说我们说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观念来看中国人，也跟我们中国人某些表现有关。是，比如说我们赛后的记者答问会，我们中国普遍选手是比较内敛的，或者不愿多说话，讲来讲去几句话，其实他们会说，我们其实会说，我们知道，然后可能是各种原因束缚住，然后又或许呢是他平常给人的感觉好像他没有私生活，就是除了念就是念。因为你比如说你看他们很喜欢访问他们的运动员，英美那些运动员一天到晚说我喜欢跳舞啊，我喜欢去干嘛啊什么，我们运动员好像没什么嗜好。但是我觉得随着年轻一代出来不一样，其实很老实讲，你看这几年九零后的开始出来，或者八零后末尾的我们这批运动员，对，其实很有性格。我觉得光从当年刘翔那个呐喊就看到那个性格开始出来了。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，就是说真正成功的能代表中国体育的形象的反而是脱离体制的。嗯，李娜、对，那个刘翔，姚明啊，对啊，这些大腕他们是，所以他们开玩笑，孙杨接下来也是这样的。对，所以他们呢，不，他们要符合三个条件：主流体育运动，形象要好，对，而且未来有保障。他因为广告商投进来，刘翔就这点叫人家比较头痛。林丹呢，就是那个项目不够那么主流，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打那个桌球的，对不对？那个不够，所以孙杨是三个条件都具备。但与此同时呢，对中国的举国体制造成一个什么问题，就是贫富悬殊的拉开。你看接下来中国的举国体制会削弱，但是一下子就会出现什么问题，你听说没有？每年退休4000运动员，对，只有1000得到妥善安排，另外3000前面就是全功尽弃。可是他们这几个代表人物呢，那都是上亿的收入，接下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但是我觉得也是上亿的不安全感呢、啊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就有点操心这个刘翔，当然人家用不着。但是你说刘翔这两天一天到晚跑来，这两天到了说脚又不舒服了，那个身体又不对了。哎，假如我是刘翔，假如真的是脚又出问题了，我自己感觉我就是跑折了腿，我也得跑下来，是吧？你说这一次是要再退？他们那帮人放得过我吗？我觉得我们别在这时候去议论这事儿。你当然了，我是希望刘翔大大方方、自自然然、舒舒服服的运动，没什么了不起，该对吗？该怎么样？很了不起，但是你该怎么样？对，没什么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我的意思就是，刘翔放心，对吧？不要有什么。哎，人家我现在发现他们对我们的有点那种，说我们应该同情中国运动员，有一样什么的，都不是聊兴奋剂了，而是说我们最多练3个小时。他们一天练6个小时，他们已经到了摧残身体了，你知道吗？西方报纸他现在是，可是呢，这个说法呢，我觉得有点不公平。其实，当然我知道我们很多问题，但不公平。其实美国运动员也很多身体摧残，唯一分别就在于他们给人感觉他好像有点像活人气质，就是有生活。